刘腾，自小练习中国柔术。对于常人来说，有可能都是特别难，可是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简单。下腰雕花是刘腾表演过数千次的节目，今天他希望这项记录能够被中国人改写。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要创造更新的记录。泽拉塔，世界顶尖柔术高手。I'm most flexible woman in the world, and I'm here to save my record. 泽拉塔同时拥有一分钟下腰雕花最多和一分钟搅开啤酒瓶最多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今天，他要为自己的荣誉而战。I will give my best to keep my record. 哎呀，这大过年的，别人都跪着拜年，朱迅是倒着。我觉得我平时都很软了，但是在两位姑娘的面前，我觉得我就像根钢棍儿一样硬。她们两位要挑战一下怎样柔软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呢？就是一分钟下腰雕花最多的纪录。大家请看，玫瑰花非常美的一个道具，但是对于两个姑娘来说是极限的挑战。这个纪录原本就是我们最柔软的女人泽拉塔保持的。 So the record is 6, right? 啊，那你能不能有信心？应该没问题。应该没问题，加油刘腾。因为刘腾是我们的挑战者，所以你先来好不好？加油。在今天过后，泽拉塔作为世界上最柔软的女人的这个名称很有可能会被刘腾给接过这个旗帜。不太可能。很有可能。泽拉塔非常厉害。哎，刘腾是有备而来。准备好了吗？好的。3, 2, 1, go。加油，刘腾。刘腾现在要挑战的是人类的极限。所有的人屏住呼吸，四肢了。哇哦，加油，还有时间，现在要稳住，不着急，稳住，还有时间，加油加油。 5, 4, 3, 2, 1。 非常棒，时间到，但是刘腾还是坚持完成了最后一个动作。好样的刘腾，应该是已经打破记录了。Just now in your attempt, you successfully picked up 7 roses, but only placed 6 of them within the vase. 平了记录了。So the final total is 6 roses. 六枝玫瑰花平了他的吉尼斯世界纪录。So, now it's your turn. 阿克利亚，我觉得泽拉塔的优势在于他个子高，他放花比刚才刘腾要方便一点。但他要下更多的腰啊，其实对他来说更难。但是如果他的柔软程度没有问题的话，的对他来讲这个难度。这是泽拉塔的第一次挑战。Are you ready? 3, 2, 1, go. 计时已经开始了。哦，很快哦。他放那个玫瑰花的过程很顺利。哎呦，非常快，太棒了。哇，速度非常快。三只了。三只。哦，太快了这个速度。哇，四只。越到后面难度可能越大一些，因为玫瑰花的枝条也是越来越少。天哪，哦，太棒了，速度很快。九。哇哇，快雕完了吧？对，还剩下最后几只。太猛了，厉害。Yes. 5, 4, 3, 2. Go, Pierre. Go, Pierre. Stop. Woo. Bravo. 吓到他了。
自己了。天哪，他差点被吊起来。泽拉特的第一轮挑战已经结束了，来，我们听听 Charles 怎么说。Just now in your attempt, you lifted 13 roses out of the bottom jar, but we had to disqualify two of them for being placed or taken out of your mouth before you were in a parallel position, leaving you with a final total of 11 roses. It's a brand new Guinness World Records title. Congratulations! Yes. Wow. Woo. 11个！它有两只无效是提前从嘴里拿出来了，但这也是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了。这个太棒了。刘腾，你会怎么说？这也是我第一次挑战这个节目，我想再重新来一次。好。I respect to you, but three times,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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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really heavy. I know that. I know that. 我想可能正因为是同一个项目，他才知道最艰难的部分是什么。So, for this record. So, Zlata achieved a final total of 11. Congratulations, it's a brand new Guinness World Records title. 所以在这个项目当中，最终的获胜者就是 Zlata. Yeah! Wow! Zlata.也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感谢刘腾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挑战的精神。恭喜泽拉塔，恭喜蓝队。那么我们蓝队又赢得了宝贵的一分，目前两队。